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，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，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。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。观众朋友，乌克兰的事件对我们台湾有什么影响，或是有什么感觉？大家都在谈论，大街小巷都在说，因为有一个浓浓的即视感，大家很担心啊，那样血淋淋的残忍画面会发生在台湾。于是，在我们的国会殿堂，我们的国会议员也来询问我们的行政院院长，你要用什么来保卫台湾？我们来看看这一段质询。台湾备战已经很久了，现在两岸发生战争，我们要怎么防御？请院长说明。我们对于来换敌人，无论是他怎么样子来换，我们就怎么样子御敌抗敌，都是有完整缜密的规划因应。周边讲，好，我们现在是知所，我们还先是出一张嘴哈，在防卫台湾。我在回答执行，怎么出一张嘴？部长，请说明。我在回答执行，怎么叫出一张嘴？如何防御台湾？那你也是出一张嘴，就现有我们的武器，我们今天要很务实的来看待怎么防卫台湾，不要再用话术来欺骗所有的国人。我们绝不用话术欺骗国人，像怎么样的防御，怎么样的防御敌人威风。我们现在讲的就是军事，这个我们讲敌人志气，简直什么叫讲敌人志气？我是保护台湾，你拿台湾跟我保卫。委员所提的，我要你讲的是如何保卫。人家爱尔兰老婆婆拿着木枪。都还在训练，当然可以啊！你讲那什么？你也可以拿扫把。外交共青宣传，院长，我们今天问的是2300万人。当然，院长哪像你这个样子？要怎么样保卫台湾？我们问你什么样的武器？不为台湾讲话，千万不为台湾讲话，最可耻！今天所有台湾人都要保护台湾，为中国讲话，你讲清楚，可耻！怎么保卫台湾？你这种投降主义最可耻！要以数字来做，可耻。那守了实际有什么不一样？可耻，你才可耻。为中国，今天我告诉你，我们今天为这块土地，台湾不管被谁打，2300万人都会团结。我们在这里就保卫台湾，但是你们告诉我，怎么样保卫台湾？你这种为中国宣传，讲清楚。好了，乌克兰今天问你要怎么讲清楚？所有的人回去保卫乌克兰，你今天完全不讲。不想防卫台湾，好了，你让投降主义，谁敢投降啊？不要你投降吗？好，不要你投降吗？你让投降主义，这样子才像投降。你让投降主义，这个就是你跑掉，可耻！我告诉你啊，最可耻，院长。好，这个国会殿堂，国家的宰相像你这个样子，理性讨论，只是问你要如何防卫。一眼像你这样，讲不出来，你讲不出来，恼羞成怒。清楚。到底是谁可耻啊？不过要先这个提醒院长，院长不是爱尔兰，是乌克兰。他刚才一时口误说爱尔兰啊，爱尔兰没事情啦，是乌克兰啊，这个不能公称求的啦，人家已经在付出鲜血，在付出生命啊，我们在这里看乌克兰，我们希望台湾得到一些教训或是启示啊，或者是不要让我们陷入那样的窘境啊，那样的残暴的境界。可以看到呢，蔡总统说啊，我们啊要挺身而出，捍卫民主自由哦，都会背了啊。那民进党的英系立委声援乌克兰，那必须要问啊，国防到底坚不坚实？国防到底安不安全啊？我们的国防部部长说，全民国防手册在3月1号，昨天都已经发了。可是呢，时尚文说没有，还没有。那安内到底是口误哦，像院长一样把乌克兰讲成爱尔兰，还是大家没有沟通好、哦？到底怎么样？我们来听听看。全民国防手册3月1号已经颁发，这个理由内容可能委员那边还没有拿到，很抱歉。部长昨天的意思哦，是资料已经送出去了、哦、我想昨天没有表达清楚。所以原来是已经送到行政院去了啦，哈，已经去审议了，还没有完全颁发啦。观众朋友要声援乌克兰，每一个人都想声援乌克兰。你可以看到很多人用嘴声援乌克兰，有没有用行动？可能有人捐钱，可是有没有人真的真真切切的在帮助乌克兰呢？包括苦林大哥哦，因为这个有点闹鬼啦，贴错了影片，这是2012年在以色列的一个小女孩在呛以色列士兵，可是他说、哦、这个是乌克兰的小女孩在呛俄罗斯的军人啊，就完完全全跌锅倒菜刀。
收哦，那真的是犯了一个贻笑大方的错误啊哦。那可是这凸显了什么？大家都想要抢发声权，大家都想要哦说出来，我是抗中保台的第一线呐、啊。你凡是说有一点点哦质疑，或者凡是有一点点迟疑的话，你就有可能是中共同路人又来了。不要在自己的我们自己国家的同胞里面找敌人，很难吗？好像真的很难哎、欸。不要戴帽子，哦，会不会告别家？你他妈见小灯受气，所以长，你减讲两句啊，我会尊敬你。当委员在质疑你的时候，如果他把这个问题让国防部长邱部长，我想可以答得很好。就我们现在兵力的部署，包括我们对两岸之间我们武器的不平衡不对称哪里，那我们拿什么来补强？今天如果由国防部长来回应部分期的，对了，代志就袂遮复杂。啊，为什么？因为苏贞昌伊唔捌，所以唔捌你甲问到这，伊会惊。啊，惊了见小邓收起，同我甲你消灭。转移焦点，袂表示讲你做爱国啦。那很多人就说啊，蒋介石呢，你搁咧为回宣传哦，不是这样。我们很看看乌克兰的问题，想想两岸。如果今天我们国家，其实我们的国防能力不差哎、欸，我们第21名，乌克兰第22名、嗯。重点是我们的心防很差啊，对。因为最高领导的人，他到了危急的时候才说我们要团结，但他平时是在分裂。就这个执政党，他平时是在撕裂我们的情感。当国家有危机的时候，你让大家来团结，不可能。好，那我们告诉你说，今日乌克兰可能会变成我们台湾会面临到的问题啊。好，那我们口口声声说大家改变，春少秋啊改变，这个我不会说你是故意。还是说你没有知识，这你要展示说我站到最后一兵一卒，勇气可嘉，可是勇气不能打胜仗。这个时候林辉煌，你们当你们要说今日我是乌克兰人的时候，我跟你说你忙干嘛不一了，你到俄罗斯的代表处去 OK， 我不反对，但最应该去的是 AIT 跟美国这些高干来，应该帮乌克兰人求他，美国应该出兵救他啊。你不出兵，那你跟我讲将来你要保卫台湾，台湾人我跟你说现在南台湾你去问问看吗，去蔡奇亚跟他问说、欸、美国啊冤家，我们美国会来跟我们消停，他说两个你不要戆戆去陪望人家跟你骗了，你还在看吗？我们这卖菜的看有啊，你也看吗？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内部的分歧，就是说心防是重于国防啊。我们今天为什么大家会这么分歧的看法？因为你政府的领导不灵，你平常时就跟我说，人家不支持你，你就说你是中共的代言人，然后扣红帽子，扣到现在国家真正有危机，当国会议员提出说我们要怎么保卫这个国家，中华民国面临到大陆的挑战的时候，如果像今天乌克兰这样面临这么险峻的挑战，你应该要怎么去对付？你不要跟他说，你只说你科技，你在替人恐吓。我认为这个国会哈，就是说院长他转移这个焦点转移的太差了。不过应该要让这个问题也不是他能回答，应该总统还出来讲。嗯，总统这个时阵是安定民心的时阵一个人团结啦。对，你为了能够攫取2022、2024的政治利益，我都无所谓，但国家要安全。是，那怎么团结？你今天也要抬蔡亚栋，你大家见到见这台这技能台箱。那你叫我们跟你团结，嗯，情何以堪嘛？你得去基层门看嘛呀。是啊，现在大家也变无要相信美国啊讲的话，嗯，啊，你才敢讲放心，发生代志美国啊会来，哎、嗯欸，这过去拢安尼甲咱讲哦，啊，你即马为着乌克兰的代志呢，大家相信讲美国啊未来，啊，甲你问一下你怎受气？伊讲袂使问呢、欸，你问，你又是中共同路人呢、欸。所以这个变作、啊、你无有被选掉。其实如果你让人民很清楚说，将来有危机的时候、嗯、我们怎么做，所以部长讲说这个手册已经颁发，他的意思是说，以细则已经拟定了啦。嘿啦，哦，颁发阿袂印的，唔是讲印贺，嘿啦，伊的意思唔是讲印贺发而已啊。已经拟定，那委员你可能还没拿到，办这有意义无？
总是半杯安高心嘛，无鱼虾嘛好嘛，你嘛提一张给我看卖啊，我嘛知影讲，哎，啊，若出代志的时阵，我爱去觅倒一个皇宫河，你知无？是啊。倒一个地下室，122号还是128号，我爱去觅觅倒一栋的皇宫河，安尼后壁过来。李干事甲李长甲管区的警察是毋是爱通知讲，恁兜米迄间，恁兜米即间，恁兜爱去米迄间？对啊，在后壁后面的工作还很多，你真正要进度到这边，那是做后壁的工课啊。那今天委员问你的不是这样嘛？就是说，起码这个没有什么，已经没有什么秘密。现在网络这么发达，我跟你讲，咱有偌济武器，咱有偌济兵力，对方有偌济兵力，大家拢知影。是。不是兵力较侪的阮赢呢？你看今仔普丁去到遐乌克兰，讲两日要甲砍掉伊妈叔，结果拖到这么七日啊！不是阮安尼呢？啊，你今仔你能不能把我们台湾的士气，起码弄到像今天乌克兰一样？你有办法吗？你敢讲要举一支扫帚，跟迄个阿妈比，啊，阿妈佫比对，佫唔是乌克兰，你佫比对迄个苏格兰去，对不对？安尼佮有甚物意思？院长。伊是讲爱尔兰呐，伊是讲爱尔兰。爱尔兰，你以后拄着这个问题，拜托，互部长回答就好啦。好啦，不过真的是不能开玩笑了。这个院长口误，一直说爱尔兰，其实是乌克兰，然后地理位置也没有搞清楚哦。不过观众朋友，我有注意到，在这场质询，在昨天在立法院的质询里头哦，邱国正有想讲话呢。他在旁边其实想要回答傅昆萁的问题，可是看起来哦，苏院长一直很想回答，一直很想回答，然后一直骂无耻，一直骂无耻。他是想表演吗？还是说他讨厌这个傅昆萁？其实不是讨厌傅昆萁，而是因为傅昆萁问的东西，你看他一开始是有回答，可是回答的非常空泛啊。那傅昆萁要继续追问下去的时候，你叫苏院长回答什么？他因为他什么都不懂啊，他实际上也没做任何准备，因为他除了嘴炮，其实什么也不会。他讲爱尔兰。对啊，他都讲到爱尔兰去了。他讲到爱尔兰，我还正想问一下苏院长，那你们现在全部都支持乌克兰，那当年爱尔兰被英国入侵、被英国打的时候，你怎么不支持爱尔兰？我就觉得很奇怪，乌克兰跟爱尔兰到底有什么区别？是怎样？是因为英国跟美国是好朋友，所以你就不敢惹他，是这样的意思吗？爱尔兰也是被侵略者啊，那你为什么动都不动？奇怪，你们这些人。那苏贞昌为什么到最后要开始在那边什么投降主义，在那边一直骂、一直骂，干什么？你知道？就是他掩饰自己的无能嘛。他把整个话，因为他如果真的一讲之后就尴尬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，所以我用这种方式的话，就转成变成你知道双方在吵架，而且更厉害的就是因为有媒体会配合演出啊。你今天如果去看其他台的媒体，你知道他们只播苏贞昌在骂傅昆萁的那一段，然后傅昆萁讲什么他都不播了，就变成好像苏院长在义正辞严驳斥傅昆萁一样。你知道人家的操作就是这样子啊。所以厉害了吧？实际上傅昆萁早就说你不要讲了，是要部长要讲，对，因为本来专业的来嘛，对，你行政院长不懂也没有关系啊，是国防部长要懂嘛，那你为什么不让邱国正讲呢？这个本来就应该要这样的，所以苏贞昌满脑袋都在做政治操作。可是问题来了，邱国正现在告诉我们说全民国防手册，我真的不知道，跟部队里头发那个什么防什么偷窃小卡、防什么小卡一样，就像那个到底意义是什么？好，就算全民都发了一本，你觉得有几个人会看？每年大家很多市政府都会发农民历啊，谁真的仔细去翻过了？有几个人真的去翻过？是，所以发那种册子没什么用。我告诉你，如果真的有心要做，你不只是要发这个册子，你要干什么？要演习，要直接演习，而且一年要演习好几次。我以前在公司的时候，我们那个消防安检那些东西，因为我是主管，我要负责了解逃生通道啊这些东西演习啊相关的东西。可是我告诉你，我记得吗？我一点都不记得。为什么？因为久久才搞一次嘛，谁会记得呢？你一定要长期不断的演习。我小的时候，钱子丹年纪轻不知道。我小的时候，台湾是真的在演习的。以前我有啊，防空演习啊，防空演习啊，你真的要躲到防空洞去 啊，或是突然你在上课的时候，要大家躲在桌子底下啊。以前都要做这件事情啊。那现在我们已经几十年没有在做这件事情。那你看到今天乌克兰这个状况，你是不是要重新回到这个？不然的话，请问一下，你告诉我说你在升级战备，你告诉你因应方案，那因应方案都是骗人的啦，都是书文书作业，都是纸上作业而已。